那穿上155这个品牌的衬衫，让我在面对外面的客户以及外面这些大老板，我在谈任何案子的时候非常的有自信。夏天跑业务或者是夏天穿西装的时候，我就比较不会怕说哇，现在就是衬衫都湿掉了，然后会发臭这样子。台湾的油杉它本身它是一个很干净的树种，再加上说它的树形漂亮，所以说我们一个概念是让每一户我们都会种一棵很好的树，让这棵树有传家树的概念。它不是用建商的角度去盖一栋房子，它反而是用一个比较艺术家的角度在看它这一批房子。我们希望每一个屋主在拥有我们的房子之后，他能够感受到的是我们对于建筑的温度，以及我们对于建筑的信念和梦想。优势就是它是一个全方位配置的菌种，就我们是站在民众的需求而去研发的产品，所以在放菌种的时候，我们会针对肠道、呼吸道、皮肤、泌尿道、私密处等等，给予它一定足够的数量，每包110活菌。那有一个很好的冻精包埋的技术，那也添加了益生元，有这样的完整的配方，当然它就可以达到一个所谓的全方位体质调整的一个作用。我当初很支持他，只是那时候没有钱，所以我们才去借钱给他开啊。虽然是当初的老爸不支持，但是还好，他很认真、很辛苦的那段时间，还有我有支持他。不管你看怎么当老板当这么多年了，不过他也算是年轻有为了，我很开心，我也很骄傲。吃起来就是三个愿望一次满足的感觉。另外一方面，我还是会做到口味的独特化。对它更有特色的产品，我去把它研发出来。像以小琉球这场案子来讲的话，我们目前施工的进度已经到第七天了，所以如果以传统的红砖来做的话，到完工结束足足需要三个月的时间，而用我们优格砖只需要一个工序就能批土上油漆，三个礼拜的时间就能完工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，了解之后就陆续有好几场用这种优格砖来做一个使用，这样子。